1945年8月15日，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依靠外国军。3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下，不断夺取胜利。双方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先后消灭150万国民党军队。为粉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分裂中国的阴谋，人民军队准备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坚决反对划江而治，热切地期盼着解放。渡江战役发动前夕，我军多支先遣队隐蔽过江，在江南人民和地下党游击队的帮助下，先期执行特殊任务。请回话，太湖太湖，我是运河，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师长，肖营长他们过江半个月了，连着4天一直没有音讯，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不太会。根据我对肖营长这小子的了解，这个机灵鬼不会出大事，也许是电台出问题了，让他们继续呼叫。是。师长，要不让李寿光作为第二梯队上，他就是这个地方的人。让李寿光过江，他和肖营长是老搭档，一个教导员，一个是营长，彼此信心也熟悉。今晚8点，太湖镇灯笼为号，街头暗语照旧，就在这儿。报告师长，总部来电询问，下一支先遣队什么时候过江？今天晚上。命令李寿光在发围港过江，穿过江堤到达太湖镇，到这儿跟肖营长会合。明白。看到灯了没有，营长？肖营长，你看到灯了没有？营长，会不会是教导员他们弄错日子了？为啥还没有看到灯笼呀？这不还没到时辰吗？那他们要是不来呢？不来？不来啊？那就把情报装进竹筒，外面报上有纸，一会儿想办法，游也得游过江去，必须今晚把情报送到江北。车上装的什么东西啊？它是哑的，有什么你就跟我说吧。长官，我常老爹天天从这边走。
老弟，警察，班长，喂，快走，快走，别上了啊，走，走。站住！干什么的？我们是炮兵营巡逻队的。哦，我们是太湖镇保安队的。保安队的，兄弟们辛苦了。有洋火吗？借个火点个烟。下雨了，洋火受潮了。解放军同志，我是小林，可把你们盼来了。我是李叔光。我知道，我知道。同志们辛苦了。走吧，快去见老丁。好。小林同志，这镇上安全吗？放心吧，都是我们自己人。这不快打仗了，镇上的老百姓都跑光了。老孙，有，最高处把灯笼挂起来。是。挂完了你留下，接应一下肖营长他们。明白。辛苦了半个月，终于看见这两盏灯笼了。同志们，走。教导员，您好，我是老弟。哦，你就是老弟，我是李叔光。快吃吧，饭都凉了。饿坏了。嗯。救小梅娘的伢子，总算把你们给盼来了。大军很快就到了，情报处的同志都等着见你们呢。嗯，哎，锅里不还有几个烧饼吗？去拿。嗯。同志，你还有多久啊？要了命了，拉肚子。这些年真不容易啊，多少次死里逃生。许多同志都牺牲了，这些我们都听说了。你们拉了一支队伍，老虎门口唱大戏，了不起啊，老爹！不吃了，嗯，我去接肖营长。哎，再弄碗面。不了，以后一个锅里头弄饭吃的日子还多着呢，我先过去了。嗯嗯，哎，阿福，哎，你跟李教导员一块儿去啊。是。哪年参加的？我也记不清数，应该有个五六年吧。嗯，这个枪会用吗？我们走这条路。我先去歇着了，别搞太晚。我再检查一下电台。来的时候走的不是这里。啊，哪条路都能到。肖营长，是肖营长吗？我是老孙。哎呦，两条路，往哪边走？这边啊。出事了，老爹，快拿枪！跑了，是，上。
劲儿！撤！叶檀，哎，叶檀，走啊！没有路，乡长，我是大哥。同志，嘘，游击队长，跟我来，快，快走！金连长，为什么不能靠船？打起枪来好歹有个遮挡。船都快封江了，船都扣了，只好变了出发。
还好这不是江面，水量没那么急。副官，李寿明，为什么不开枪？同志，同志，嗯，哦，你说，你们下一步准备去哪里？Liberation Army fired cannons. That seems like a warning. We have freedom of navigation. Continue southbound to Nanjing. But sir, ever since the Cairo Declaration 1943, this right has been repealed. Warships are part of sovereign's territory. Our duty is to protect the British Empire from any infringement. If they fire at our ship, how should we respond? From Francis Drake to Horatio Nelson. It was just the enemy's fire that made Britain an empire on which the sun never sets. Carry on. Let the cannons do the talking. Yes, right away, sir. All hands to battle positions! Yes, sir!英国人的军舰，太狂了！百万大军在此，一艘小破船就敢往里插？是，就是。以前，外国人炮船开进珠江，几万大清兵拿他都没办法。到后来，只要鬼佬一来，就割地赔银子。现在鬼佬又想来欺辱我们，那是以前。命令全体做好战斗准备。是。来，报告，大家动作快点，快，做好准备。幸好是弹片，没伤到筋骨。谢谢，我自己来。先期过江的先遣队除了肖营长，还有其他同志活着吗？电台坏了，其他同志都牺牲了。寿明啊，如果我是你，死活也得开上两枪吧。什么意思？你呀，是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人是你放炮。
我可是保密局的，你哄不了我。站住！快快快！站住！你自己去跟武先生说清楚吧。目标：英国军舰，全照耀，必须一炮打准。是，准备装甲。是。装甲。李副官，嗯，吴先生，请君入瓮，自投罗网，共军两支先遣队大部被消灭，我和兄弟们两年多的隐蔽埋伏，我这个老爹不容易啊。刚刚过江就中了埋伏，一下子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跑掉的人里有一个好像是我哥哥。大理，李寿光，和你的名字一字之差。我差点追上他。追上了，开得了枪吗？教导员，他们回来了，太好了，回来了。能说出来就很好，我知道你是忠诚的。谢武先生信任。肖营长牺牲了。知道了。江防图呢？江防图在我这儿，电台被打坏了。可这电台被毁了，
没有电台，这江方图就发不出去啊。和谈已经失败了，但共军想过江也没那么容易。他们打了子时英，英国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列强在长江里还有几十条军舰呢，没几个洋人大佬撑腰，上头敢说跨江而治？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为什么靠洋人？夏老员，江阴地下大岛同志来了。同志你好。太好了，见着你们了。你们有什么新发现吗？我们发现敌人的炮兵阵地又增加了一个火力很强的榴弹炮团，需要迅速的把情报发出去。我有一个办法。你打得很英勇，打出了国军威风，大家有目共睹，到时候奖章少不了你的。如果再见到李寿光，你晓得该怎么做？我晓得该怎么做。报告，子时英号被我军击杀后逃跑，刚在江中搁浅了。好，让他们尝尝厉害。没错，这下看哪个还敢分裂中国。哼，划江而治，这是龟儿子打的如意算盘，我们绝不允许出现南北朝。无锡城地下岛同志，哦，这是李寿光同志，侦察营的教导员。朱先生你好。你好，我是李寿光。朱福来，坐坐坐坐，来坐。李寿民的哥哥李寿光就是太古镇逃走的解放军。电台现在在哪儿？我还要再观察一下。我觉得现在下手一举后患。这个朱先生，他是无锡城的地下党，有经验的老同志了，放心吧。做人要讲究胸怀，你不也犯过纪律吗？又怎样？朱先生，叫我老朱就可以了。无锡城里有多少台枪的？有搜索营的，还有留守处的，至少也得有三个营的兵力吧，还有便衣。大哥，你带着大伙儿和朱先生先过去，我有点事儿。哦，知道了。朱先生，你们先走。好，各自小心啊。老板来了，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本来全家都要上吊的，现在好了，连绳子都省下了。现在绳子比钞票还值钱呢。长官，枪收起来，钞票拿走。你看那布告，此刻这个金元券还能买两袋米。说不定到了晚上只能买个烧饼。行了行了，别跟老子废话了。出什么事了吗？没事没事。别动，这可没干那个王大爷。走。老板，齐山，拿个葱油饼。小兵吗？好，好，好了，好，哥带你保号啊。一点刺的。谢谢。哎，小兵啊，没把
烧饼啊，还有点吃冷啊。李寿光，弟弟，在这里。混得人模狗样的。你们什么时候渡江？爸妈走的时候，让我把你养育成人。你想干嘛？想分家？各走各的路，你在你的江北，我蹲在江南，过不过江你说了不算。最近有没有用过？去年见我老板用过。师长，我们的部队已经到达集结地点。师长，这是靖江到湖口的情况。好。哪里冒出一个新电台？来，我帮你。你老板也是地下党？他哪回事啊？土鳖三一哥，搞点歪路子，贩点军火，带小姑娘跑到上海去白瞎，留下这些东西啊，带不走。我去安排一下，你们准备吧。现在回头还来得及？来不及了，大哥。洋人胡作非为，你看不见？反动派横行霸道，你看不见？老百姓现在过的苦日子，就你赚的这些钱已经变成废纸了，分裂上我子绝孙的。上头说要划价而止，我有什么办法？都这番成光了，还顾着发财？你说什么？兵临城下，无锡城里的商业电台倒比从前还忙嘞。这是你要的文件，核实一下。林长官，请过来一下。什么情况？我们刚才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电台。怎么样，发出去没有？正在呼叫。什么商业电台？和平日里的特征一样吗？其他几个没什么两样，但有一台特别活跃。应该不是商业电台，现在这个时候还有什么生意可做？无锡城里来了共产党，马上给我出去搜查。是是。开枪啊，打死我。从你离开家的那天，我就已经死了。你哥的话你怎么就听不明白呢？
做好战斗准备，眼镜赶紧把出筒的情报发出去。哦。确认是李树光吗？报告师长，能确认是李树光他们在呼叫。
抄录他们的电报，马上向总部汇报。是。小四，到。你带人从外墙攻二楼。是。小林，你守着门口。你们三个，给我上。下得怎么样？楼下全是特务，一楼守不住了，根本打不完。你好了没？正在发。里面就是李寿光那帮人，你不用进去了，反正你又不开枪，开了枪也不知道该打谁。给我进去，站住！武先生让我们守住这里，先生会把他们打下来的。放心，他们跑不了。上面什么情况？共军被赶到顶楼了。杨过，你先上去。我们包抄你留下，你们几个上车。是。站住啊！Thank you.
抓单。快，都上车。下来。因为你上次放走了他们，我的人都被你摔倒了。扫玻璃到了本身比谁都大。龙海县斗、孟良崮斗、辽沈斗、徐蚌斗，大半个中国都已经没了，还要斗？去抓他们的同党。是。搜了，人都跑光了。朱经理，你敢私藏共党，找死吗？人总是要死的，只不过要看看为谁而死。你也该想想自己的后路了。跟我回去，好好配合
把你知道的秘密都说出来，我保你不死。我们打的秘密不能告诉你。你一个有钱人跟什么共产党？因为共产党帮穷苦百姓。小电台快跑！李寿光，民国32年加入新四军，流窜长江南北华东战斗英雄。你这个大哥是个人才，兄弟之情，手足之义，不是外面这些事情能改变的。弟弟在这边，哥哥在那边，哥哥在这边，弟弟在那边，这样的事情不少的，这年月总有一些难办的事。寿明啊，你谈谈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老爹还有雅姑，我理解，但是你理解什么？他们的死你理解什么？你根本不了解他们。追求真理，精忠报国，我的志向是不会变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校长的心腹爱将王耀武，山东被俘后就敢在广播里劝我们投降。长江南边又有多少人心里打着小算盘？可为什么有人能为了理想连命都不要？不论是战是走，都去准备准备吧。老爹民国30年入党，一家出了5个新四军，到今天全没了，你理解？啊，还有雅姑，从小没爹没娘，一直跟着我，到今天他也没了。你说你理解？那个人，我不管他是你弟弟还是你爸，让我看见他，我一定不会饶了他。共军能打过来吗？这解放军可不是一般人呢，那英国人的炮舰都给打烂掉了，你说能不能？对啊，江南的老百姓也帮他们国家。哎，这江北的老娘还等着我回家养老送终呢，看这架势，怕是一年半载回不去了。
回去。我跟你们说，这要是真听了洋人的话，搞什么化江而治，我这辈子都别再想回江北了。那有奶便是娘，管他啥的化江而治。老子才不在乎什么姓罗还是姓龙，还有闲蛋吗？吴先生，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我想跟您再说一次，李寿明真的靠不住了。得饶人处且饶人，别总跟人过不去。他不就是有个在共产党里做事的哥哥吗？各位旗主，别太当真。先生，你收拾这些东西做什么呀？我在为自己找后路。不，也为你。你想叛变？什么意思？出什么事了？李哥跟我走，这里不方便多说。走。江导员，他们果然来了。九条疯狗，你咬上这么撒口。他们应该不是冲我们来的。哥，你带人在这警戒。大哥，给我下去。你给我扔！不错吧，我本来要为国家尽忠，没想到今天会死在小人手里。别着急呀，我不会轻易让你死的。共产党不是动物吗？让你跟他们学，让你跟着共产党，跟着你哥。我让武先生就这么轻易的消失，都没人能知道。你算个屁！还想说什么？啊！你们是分裂国家的罪人！少跟我说什么分裂国家，老子不听这鬼话。投降、起义、背叛，今天你犯在老子手里，老子这关你就过不去。你们这群没本事的人，保密局要早交给我，就不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懂吗？还什么分裂国家？呸！现在送走你和幸福的，就没人挡我路了。放松，
小贵，老孙，我跟你们说件事儿。这家伙是我弟弟，亲弟弟。开什么玩笑？这家伙一直追着你打，能是你弟？他叫李寿明，是教导员的弟弟。哼，是一个连狗都不如的弟弟。民国32年，我扔下他，参军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没想到6年了，再见面就……那年清乡，日本鬼子抓新四军家属，我逃到了山上。是武先生救了我。谁救你就跟谁走啊！你是不是条狗？李寿明，这是你亲哥，下手够狠啊！其实我在无锡城里头有机会把他杀了，我没下去手。但是你们放心，这件事我会向组织汇报的。李寿光，你可想清楚了，你为了这个弟弟，连组织纪律都不要了。教导员，按照纪律，你这个教导员不能再当了。难道你就为了……好了，别说了。研究说的对，这个教导员我不能再当了。啥也别讲了，先转移，听教导员的。林长官，你在做什么？委员一馆。我这里有份非常重要的文件要找武先生签字，但是到现在我都没有看到他。来，过来。听着，姓武的背叛党国，已被处决。那个，你们喝水的时候小点口，凉水，留心炸着肺。教导员，向北的口子全都被敌人封锁了，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你下命令吧，我不是教导员了。说啥话呢？你是教导员，你下命令。过江之后，司令员免你的职，那也是后面的事了。现在，你还是我们的教导员。对啊，这才符合章程。我代表地方组织，同意他俩的意见。同意。嗯。蓉蓉，我们过江之后的第二个任务是阻击敌人后援，切断敌人退路。
这里是敌人增援部队的一条要道，它连接着三处江防阵地。只要大军一过江，我们守在这里，就等于卡住了敌人的脖子。这些敌人准备去哪儿？你应该知道吧？风雨桥的炮兵阵地。那我们必须在他们赶到风雨桥之前，把桥炸掉。嗯，对。监队员，怎么样？我看了，没多少人手，但身上有多少，我就搞不清了。这里原本有一个排，都跑得差不多了。都跑差不多了，你最好说实话。弟弟，往后的路怎么走，你可得自己定了。要我做什么？做人。电报，党中央明确指示，反对南北朝，解放全中国。好，好，好，哪个搞分裂，老子就打哪个。中央指示，今日傍晚，全线渡江，划过长江去。是。桥遇袭，阵地附近出现了一小股共军。果然是风雨桥。听着，风雨桥绝不能丢。是。是是，他在呼叫增援，估计马上就到。我们时间不多了。道哥，老孙，马上安排炸桥。眼镜，立刻联系江北，我们已经控制了风雨桥，阻击敌人增援。是。会是场恶战。走。
休息了，我想家，家在江南，我想爸妈。4月23日，南京解放；同日，江阴解放，无锡解放；5月3日，杭州解放；5月17日，武汉解放；5月22日，南昌解放；5月27日，上海解放。渡江战役获得全面胜利后，人民解放军继续挥师南下，红旗插遍祖国大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